我的宝宝在一岁之前是不挑食的，什么都吃，现在也是一样，什么都吃，但是吃饭的时候再不像以前那么乖了。这个臭家伙，有的时候不喜欢人喂，就是喜欢自己用手吃。我的宝宝今天中午吃了什么？一碗南瓜汤，牛肉圆子一碗，米饭一碗，真的非常能吃呀。爸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现在总是发脾气，是我哪里不好吗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不管他发多大的脾气，我们都要陪笑脸。哎，爸爸没有嫌弃你吧？你以后不能嫌弃爸爸，听到没有？不能嫌弃爸爸。爸爸。